如果是低于一八几，那就是说你有哪一项？除非手痛。我是没看，我也没看。反复这弧顶绕八次，看一下直接分分，看这个应该能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，能不能操作动。掉一下，李汉全也不投了，再分出去，这次要投了。嗯，对抗之后将球打进，这是罗焕纯这场比赛的第一分，跟青马弟是有一个这个档次的。对，李汉桥继续三分。直接抛了，就让他投，站投，看休息一下，看要不要再换回来。很灵巧，对，这俩人有意思啊。那你俩打吧，你俩来打吧，我们看着就行了。继续三分就位李汉桥，漂亮一个变线，抢断抢断之后、啊、直接给李汉桥三分，有张念良，高明真的累，进攻端需要现在很厉害。看一下高明，张念良连续三次没有打中，这边反反复无投，一个人在外线三分，一个人切，对，他就是往右边转，哇，这一下之后反复的突分，反复的突分，从右手突，漂亮，核心这一直接投了，对，张念良一定要错失。转过来，这个脚步啊，漂亮！刘畅打张子怡，对，选择直接三分，哇，这一球，刘畅有信心啊，现在对，等于半路杀出来啊，哇，而且两个人拉开，就让你一打一，就是这一招，你不敢加，借个力是吧？转过45度啊，腰位拿球往里边打，一下。